第七，行舍觉知，舍诸妄谬，舍一切法，平心坦怀，更不追忆。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意思，舍是放下啊，把一切都放下，不但世间法要放下，佛法也要放下。为什么？释迦牟尼佛说过，他49年没有说过一个字。谁要说释迦牟尼佛说法，那叫谤佛。释迦很厉害，把话说绝了，你还能批评他吗？他没说一句话，你要说一句话，你已经在谤佛了，谤佛了啊！那么这些对佛法、对经教批评的人，都应该好好记住这一句啊。真正通的人笑话你啊，你要知道啊，啊，怎么比，这还是比不上佛，还是佛高明。啊，这个七条重要啊。这个七条，释迦牟尼佛一生49年讲经教学，无论他是说法还是行道，都不离这七句，他统统去做，一切事、一切处，自行化他全具足，这七条。我们要懂得，下面啊，这个第七条尤其好，平心坦怀，更不追忆。为什么？你才有机缘开悟，品心坦怀是大定啊！心是品的，我们这个经上经体清净平等觉，这就是品心坦怀。啊，更不注意，不起心，不动念了，大彻大悟。啊，世间人做到平心坦怀，得大自在呀、啊，他能不能得定？他不能。为什么？他起心动念。还有许许多多的习气，会不定什么时候就冒出来了。啊，习气妄想断不掉，晚上做梦，那就习气不能控制。有禅定的功夫，晚上没有梦了。啊，所以经题太重要了。本经的经题上半段是果报，下半段是修因。啊，修因正果，
修清净心，证阿罗汉；修平等心，证菩萨；修觉，成佛。清净平等觉，果报大乘。大乘代表智慧，无量寿代表福报啊，福慧。庄严，唯有福慧是真正的庄严啊，不是盖大道场金碧辉煌，不是的。释迦牟尼佛没达到这，什么庄严？福慧庄严啊，是有无量寿庄严。你看，啊，这种庄严是自信的庄严，是信德的流露。与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相干，啊，自信本自具足，啊，大乘无量寿庄严说讲绝了，啊，究竟圆满，阿弥陀佛做代表。啊，所以我们用什么庄严？要用福慧。啊，不要藏一些珍贵东西。啊，我一生喜欢用什么？人家名贵的一些字画，我喜欢用复制品。为什么挂在那里没人要？啊，挂这名人的东西的时候，啊，人家把你拿去了，你生烦恼；这个人家拿去了，我也不生烦恼。啊，送给我珍贵的这些供养品，我统统不要，转手就送别人。为什么？我没地方放。啊，所以现在这个财务方面的供养的时候，我统统转过来供养英国汉学院。啊，我自己天天想的极乐世界，想的阿弥陀佛。啊，九十岁要想回归极乐了，极乐是老家啊，其他的什么都想，物质是假的，念头七情五欲是虚伪的，不是真的，人情变化太大了啊，今天好了，明天老了。啊，父子多亲，长大之后，儿女不孝，还得杀父杀母，何况其他？所以要晓得，情是虚伪的，事物质是事是假的，物质是假的。钱是虚伪的，假的虚伪的都应该放下，这叫在法啊。那么什么是真的？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，真的你能够证得啊。大乘
无量寿庄严真的，你能够得到。只要心地回归清净平等觉，你必定生极乐世界。啊，阿弥陀佛回来找你，会带你去。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大乘无量寿庄严就全部出现了。取舍，如果我们留念这个地方啊，往生极乐世界就靠不住了，必须舍得干干净净。好事怎么做？啊，为往生积劫学好事，认真去做，做的怎么样？不放在心上，心上放什么？放阿弥陀佛，就对了。要把这好事放在心上的时候，将来是人天福报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这一念之间关系太大了。啊，天道寿命虽然长，福报大，它有尽头啊。时候到了，还是要搞六道轮回啊，出不去啊。啊，这是决定要搞清楚，搞明白。所以这叫责罚。啊，那么第二条讲清净觉分，精进修诸道法时，善能觉了，不谬行于无意之苦行，常勤行在正法中，故名清净。啊，这一条要说得很清楚，必须善能觉了，特别是对佛法，八万四千法门是戒引，八万四千种语言不相同的、根性不一样的众生而说的，不是对一般人说的。啊，你的根性跟他相应，很容易成就。啊，如果不相应，就很难，一辈子功夫白费了。无论是宗门是教下，是贤教是密教，自发比什么都重要。老师有慧眼，老师有戒定慧，为我们选择的法门决定跟我们的根性相应。啊，如果不相应，他传给我们，那错误在他。啊，他有这个智慧，他有这个德能，帮助我们选择。啊，如果遇不到善知识，遇不到这些高明人，那么佛说得很好，选择净土就都对了。啊，净土无师自通。海贤老和尚这个人我们知道了，还有不知道的人不晓得有多少。净土圣贤录里面记录的，往生传里面所写的，啊，我相信有很多很多人，啊，不会少于禅宗1700则公案。啊，那是历代修禅人成就的，大家公认的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多少1700多人。啊，修净土。从净土里面达到离心不乱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
这个地位跟宗门相平等的，我相信人数比他多十倍都不止，这是能想象得到的，这不是夸大。啊，我们搞了这么多年，逐渐逐渐体会到、认识到，这法门太殊胜了。下面第三，喜觉分。啊，心得法喜，善能觉了此喜，不以颠倒之法而生欢喜，住真法喜，名为喜。啊，这个佛法里面的喜欢，确实，啊，是慢慢觉悟了，生欢喜。啊，决定不是外面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啊，七情五欲的欢喜，不是。啊，是真正觉悟的。逐步逐步向上提升，大乘菩萨五十一个阶级向上提升，这个欢喜，这是真法喜。啊，佛法没传到中国来，中国有这个，有这种法喜。啊，我们在《论语》里看到孔老夫子写的这第一句话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那就是法喜，那是喜悦。这个喜悦不是从外来的，从内心。啊，学习圣贤，这些教训，啊，自己确实有德于心，这个德是什么？德就是欢喜。啊，所以有人要问，问的人很多。诸位同学要记住，有人要为什么要学传统文化？为什么要学佛？甚至为什么要学净土？一句话就解答了。孔子的一句话就是不亦说乎？释迦牟尼佛的一句话，孔子是放在第一句，释迦牟尼佛放在最后一句。没录进最后一句，你看是什么？皆大欢喜。啊，最前面一句跟最后一句是最重要的，啊，最后是总结，皆大欢喜。我们要不要？我们要不要活在这一生，活在这个世界，天天都欢欢喜喜，像弥勒佛一样，一切时一接触，满面笑容。那为什么这么欢喜？他有欢喜处啊，自己成就了戒定慧呀。孔子成就了戒定慧呀，该放下的放下，该舍掉的舍掉，啊，该取的取，该立的立，得大欢喜。啊，自己这样欢喜，家庭一定幸福美满，啊，事业一定顺利，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，华严经最后五十三章，五十三个菩萨代表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你看没有个不欢喜的，啊，皆大欢喜。啊，社会
安定，国家富强，天下太平，不但没有战争，斗争都没有。再进一步，连竞争都没有。啊，争这个事不是好事，它带给人痛苦。啊，从小就叫竞争，他就会斗争，提升就斗争，斗争再提升就是战争，战争就毁灭，死路一条啊！所以那个争字这个字，如何能够在智慧上把它去掉？啊，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争，啊，极乐世界没有。你要到那里去跟人家争，没有人听得懂你在说什么啊！他不懂什么叫争。我们这个世界可不得了，连三岁小孩都知道啊！世界乱了，麻烦来了啊！所以这个字不好，我们要把它开除掉，除绝分啊！除旧分就是情感，情感就止啊。若断除住见烦恼之时，善能觉了，除诸虚伪，不损真正善根，故名除啊。除是开除，是不要啊，就断除啊！啊，断除什么？知见。你对于整个宇宙，对于人生，种种的看法，无论是正确的还是虚伪的，统统放下。为什么？正确跟虚伪是相对的，有正确就有虚伪，有虚伪才有正确。所以正确的也不好，两边都不要好了。这句话的意思很深的 啊，所以佛法给我们讲，什么念头最好？没有念头最好啊！不论是善念是恶念都不好。善念感应的三善道，恶念感应的三恶道啊，有念感应的十法界，无念才能到佛道。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家园，那个家园里面的人没念头，啊，那个家园里面人没有像我们这么多人的看法想法，没有，他们有看法也没想法，心地清净平等，就觉而不迷，这是我们要学的啊。那出办事怎么办呢？哎，办事智慧先去，别人来问你的时候，你回答的是智慧，不是说我想一想啊，我怎么再解答你？不是，没有啊，为什么？自信回答回应你，
那不需要想的，一想就落在意识去了，就不是清净平等觉。清净平等觉是真心，那它是一体，三个阶层。啊，清净是你粗德，应付这个世界足够了。啊，在六道轮回里头，你没有不通达的。啊，平等是菩萨，不在六道里头，在十法界，四圣法界。如果觉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超越十法界。不但超越轮回，还超越十法界，啊，到一真法界去了。一真法界就是法身菩萨。啊，我们不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你不肯放下了，你还老是留念着，你不知道那一念的心、那一念的造作是障碍。那对我们没有真正的好处啊！啊，好处都是一时的、短暂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请呢，我们前面跟大家说的，就是没有压力，轻松愉快。啊，身心健康，没问题。啊，特别是别想病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想病真有病。啊，别想它，有病也不想病，自然就没病了。啊，需不需要医疗？不需要。境随心转。你要懂得这句话，这是科学家证明的。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没有听说哪个阿罗汉生病了，除非那是装的、实现。啊，那教化众生，啊，装成那个样子。啊，没有菩萨生病。啊，这些人都做出榜样给我们看。七觉知是帮助你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。你走正道，没有走邪道。没有偏差，好啊！啊，那什么是正？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八条就是正。头一个是你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，佛是怎么看的？在中国大圣大贤是怎么看的？孔子的时代，佛法没传到中国来。孔子言语、思想、作为，圣人就是佛陀。
啊，在中国称圣人。孔子要生在印度，印度人称他做佛陀。释迦牟尼佛如果生在中国，中国人称他为圣人。由此可知，中国圣人跟印度佛陀是平等的，是同一个阶层，大善之士。那么七觉就是圆满的大觉。佛陀这个名词是从印度梵语翻过来的，意思就是大觉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七觉他真正做到圆满了，所以他的心、他的言语、他的行为正。你找不到缺点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。人要发这种心啊，他是人，他能做到，为什么我做不到？总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办法把不好的习气放下，放不下了。七情五欲放不下，贪嗔痴慢放不下，五欲六尘放不下，就变成凡夫了。他为什么能放下，而且那么彻底放下？他知道哪是真的，哪是假的。所有的物质现象假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我们把它当真，我们想尽方法希望自己拥有，自己能够获得，自己能够享受，殊不知全是假的啊！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两句话学佛的人都会念，金刚经上的般若经又说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这个一切法包括佛法。啊，佛法你可以学，你可以证得，你不能起个念头，我想拥有。我要拥有多少？我要超过别人，那有这些念头呢，就错了，佛法就变成实现法啊，彻底放下就是佛法。海鲜老和尚一生的行仪是我们的典范，他万缘都放下了，生活所需要的，每天两餐饭，身上穿的几件衣服，每一天念的阿弥陀佛，他的修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放下没有？放下。金刚经上讲到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
无助是放下，身心是提起，身什么心？阿弥陀佛。身心跟放下同时，身心的时候就是放下，放下的时候就是身心，这个难啊。这是入不二法门的，我们凡夫身心的时候就是身心，不能无助，无助的时候就是无助，不能身心啊，这两个只能有一个，另外一个就没有了，不能像诸佛菩萨一样啊，身心无助同时去做。那是什么呢？念这句佛号身心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念念不绝，前念念后念生，相续不断啊！这个境界里面，心里面一点染污都没有啊！心上有没有落上阿弥陀佛？没有。所以无助跟身心同时，这什么人修的？法身大师。我们做不到啊，我们连这个身见都没放下，道道地地的六道凡夫，所以自己一定要清楚，清楚要用七觉知帮助我们证得啊，我们也能像他们一样无助身心，身心无助。那八正道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自信是真心的，没染污。被染污的是什么？妄心。妄心很容易被染污，真心决定不受染污。那真心不生不灭，妄心是念头，前念灭后念生。那生灭永远没有停止，而且频率非常高啊，一秒钟生灭多少次？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我们换算为现在的时间，一秒钟2240兆次啊，中国人讲这个兆，万亿为兆，2240兆一秒钟，它有生有灭。那真心，真心不生不灭，没有生灭的现象。啊，真心是什么样子？真心是一片光明，华严经上叫它做大光明藏，净土里面叫它做常寂光，常是永恒，就是不生不灭啊，这个光不生不灭，遍照法界，我们都在常寂光里头，没有一法能够脱离常寂光，
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相？长寂光衬托的。如果没有长寂光，所有一切现象都没有了。啊，就好像我们看电视，没有屏幕，所有的频道都不能够现出来，你什么都看不到。啊，你想看到一定先有个屏幕。长寂光能生万法，能现万法。啊，这些法出现了，它产生变化，那是妄心，就是念头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个心是妄心，这不是真心。随着我们想变的，啊，于是我们就，我们如果真正明白这个道理，首先用在自己身上，用在自己身上是什么样子？健康长寿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会把一切妄想杂念都放下，一切虚幻的，你认识它吗？你不把它放在心上，你的心就健康长寿。啊，真心慢慢往外透，妄心逐渐逐渐消失，这是大乘佛法修学的原理原则，不难懂啊。啊，很难做，难在什么地方？其实不难，难在你舍不得放下。啊，名闻利养舍不得，七情五欲舍不得，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，知道对障碍自信的，你就是不肯放下，那有什么办法？啊，佛在旁边也叫奈何，帮不上忙啊！啊，真要自己帮助自己。啊，努力从这上下功夫，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。啊，这叫放下，这就是儒家讲的格物。格就是格处，就是佛家讲的放下。啊，要把这个欲望隔除，把错误隔除，智知智慧就现起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物欲障碍我们智慧，智慧是本有的，不要从外面学，所以见性全都用上了，都显示出来。为什么这些大神大贤出现在东方？印度是南方东南，而不出现在西北。那佛法讲缘分呢，东南有缘，西北缺少这个缘。这个缘是什么？老实听话真干，有这三个条件，缘就具足，没有这个三个条件，缘不具足。啊，那我们现在缘具足，好，缘要不具足，好好的培养，从哪里培养起？
孝顺父母，尊重师长，这是根，根之根，大根大本。一定要做到，最好还能做个别人做榜样。那父母在，要尽到孝道；父母不在，要常常纪念、感恩。忏悔精进报恩呐、唯有成佛做主往生净土叫真报恩。为什么我们的父母没出六道轮回，不知道在哪一道，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全看到了，全都知道了。无论他在哪一道，我们也有办法帮助他。你不到极乐世界，你没这个本事。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，你就有智慧，有神通，有能力，你真能做到。佛度有缘人，亲是有缘人，仇敌也是有缘人。我们大极乐世界都看到了，我们有很多生生世世的父母，家亲眷属，要做到。还有很多冤家对头，要不要渡？也要渡。不但要渡，还把渡冤家对头提在前面。这是什么？慈悲到基础啊！要知道那些冤亲债主，他本来也是佛了，一时迷惑颠倒，做错事情。不要怪他，像酒醉发疯一样骂人打人，人是好人他酒醒过来之后好人一个不要怪他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记住经典上这句话所以对眼前那些敌，我们这个敌对呀，怨恨呢，全化解了，这人多自在啊！如果不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，给自己精神、身体带来很多压力，不健康啊，会长病的。你能把这个通通放下，你真正自在、健康、快乐。冤家对头遇到了，你为什么那么快乐？我为什么这么苦？你就告诉我，这怨恨家化解了，所以很快乐。你还记在心上，所以你不快乐。真话不是假的。所以至诚感通。这个感应能通啊，所有障碍都排除了。一个人在世间一生没有怨恨，没有敌对，你说的都快乐。这是什么人？这是佛菩萨。我们学菩萨就得学这些。这是真正考验自己。你有没有功夫？你有没有学道？一切邪见不离五种见惑：身见、边
边界、建渠界、界渠界、邪界这五种。那这五种都叫邪见，总名邪见。啊，第一个，今天迫切必要，我们要救今天的社会，要救今天的地球，这是妙法了。啊，正见，我们想一想，这五种见悟，头一条身见，每个人都把身当作我。为这个假我，为这个邪见，造无量无边的罪业，而他不知道。你说冤不冤枉？这身不是我，身是什么？身是妄想，在高频率波动之下产生的物质现象，这频率高到什么程度？是一秒钟的2240兆分之一秒，就是一秒钟它波动的次数是2240兆。啊，我们讲次数啊，2240兆次，这么快的这个波动之下产生的幻想，一秒钟2240兆个画面出现，这个假象出现，哪一个假象是你？但我们在这里找啊，哪一个假象是我？总不能说这些假象通通都是我，是那想不通啊，我只有一个啊，一个找不到。现在认识清楚啊，这身体是什么？我们提倡读金刚经，金刚经上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阿赖耶的相分是从阿赖耶的见分变现出来的。啊，见分就是念头，在2240兆分之一秒产生的念头，错误的，把这个东西当作我，为他造无量无边罪业，错了。那么从身见就产生边见。边界是什么？两边，我、你、他，一个人站在一边的，对立了。边界就是对立。啊，我跟人对立，我跟法对立，我跟事对立，冤亲债主都是对立。冤是对立，亲也是对立，对立存不存在？都不存在。
在2240兆分之一秒之下，没有一样东西是存在的。你的寿命多长？2240兆分之一秒。无法想象啊，体会不到啊，全是盲目。释迦牟尼佛在经上比喻叫可怜明者，谁可怜？这个迷惑颠倒，把2240兆分之一秒的假象当作我，认定着我，死抓住不放，抓也抓不住，还是溜掉了，没有一个念头能抓住的。啊，我们现在想抓，抓什么念头？抓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也是同样的速度在生灭。啊，都把2240兆分之一秒里面的相分认为真有啊，不知道它是生灭相啊。金刚经的机子讲得好啊，一切有为法，有为法就有生有灭，任何相只要是现象，物质现象都有生有灭，生灭的频率是2240兆一秒钟。常作如是观，好，为什么呢？你把宇宙万法的真相看到了，它是假的，它不可得，这个不可得太可贵了。为什么？不可得你才能真放下啊，不放在心上。那什么放在心上？阿弥陀佛放在心上。啊，阿弥陀佛这个念头也是2240兆分之一秒。是妄，他妄里有真。真是什么？真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。这可不得了。几个人知道？知道的人有大福报啊，知道的人解脱了，知道的人不再搞生死轮回了。啊，干什么？是佛慧命。往生极乐世界，禅定当中有天眼，能见众生十次生彼啊，能看到生死轮回。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
为什么？定中得天眼的人很多，不是笑话。人在入定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入定十天半个月，一个月两个月，出定的时候啊，也有人把定中的境界讲给我们听，像讲故事一样，他在定中所见到的。那有些定功前的定中，他还是在入定；定功深的，他可能到处去观光去了。啊，在定中他能自在，啊，到时候出定。有人做禅定的人，定功深，能到初禅定。能到二禅定，当然欲界更不必说了。欲界六层天他都可以去旅游啊，都可以去参观啊。啊，人如果生前修善没念佛啊，不能往生多半升天，生忉利天最多，忉利天以上比较少，像夜摩天、斗率天、化乐天、桃花自在天，定中他都没有障碍，他都能看到这些境界，跟佛在经上所讲的一样，他能够去核对啊，知道佛所说的句句是真话，没有假话。人最关心的是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，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像观摩女这些孝女孝子，父母过世都想知道到哪里去了啊，阿罗汉入定把他找到，告诉他现在状况，如果是在卧道，卧道受罪，告诉他怎么样帮助他驾轻眷属脱离六道啊，教给他修法方法。啊，所以读地藏经学地藏经的人不少啊。啊，当然最殊胜的还是要帮助他念佛求生净土。为什么？救人要救到底啊。帮助他离苦要帮助他离究竟苦啊。不出六道轮回那不是办法。你现在苦乐都是暂时的，六道里头没有永恒的东西，啊，所以一定要劝导他，
他不能接受，再用别的方法。能接受，头一个就是劝他信愿之名，求生净土。他还真接受了。五回地狱里头，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？有。为什么他能往生？过去生中修的有善根，所以只要有人提起，他就真相信，真正接受。啊，不是难事情。地藏经里面讲的话是真的，金刚经上说的很明白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舍就是放下，法是什么？法是佛法，佛所说的一切法都不能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佛所说的一切法是佛的善巧方便，诱导我们误入真实，可别错会了意思，以为佛说有的就真有，那就错了。啊，大乘教里佛常讲，真空不空，妙有非有。啊，妙有是对，没开悟的人说的。啊，真空为什么说不空？它能现，虽然能现，它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你要真正见到，有为法无为法是一不是二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不能说有为法有，无为法无，不是的，也不能说有为法无，无为法有，不可以。啊，那你完全错会了意思，你没有见到真相。真相是不能思议的境界，也就是我们讲无法想象的境界，为正方知。你要不正，言语讲不清楚啊。言语里头极其善巧，是佛经啊。啊，佛经要怎样才能真实体会到离一切相，见一切法，就这个道理。六道要离，十法界要离，一真法界也要离。恭喜你，你就入常寂光净土了。常寂光不见有为，不见无为，入常寂光了。你看下面说，所以这后为什么有为法皆虚妄分别，无虚妄分别是名慧眼。慧眼清不清楚？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知道是虚妄。无为法，空无所有啊！故诸言道，是故慧眼，亦不见无为法。
为法，你明白了，你清楚了。因为有生命，阿赖耶的现象，无为自性。但是自性能生能现，阿赖耶只能变，把自性所生所现的把它转变，自性所现的相是十八图，十八图有身相，有境界相，但是这些相没有生命，无为。佛称他做一真法界，又叫他做十报庄严土。啊，十报就是实相。啊，为什么说实相？对于十法界来说，十法界的相是生灭的，十报土的相没有生灭的现象。啊，它有。啊，为什么会有？无中生有。自性无啊，自性没有相啊，常寂光啊，常寂光回现象，现极乐世界，现华藏世界，现一切诸佛十八土，什么人住在里？法身菩萨啊，破无明。见法身的菩萨，他们住在这里。无明没破，没有见法身，这个相在他面前他也不认识，他也没有觉察，像我们现在一样。我们必须要知道，佛所说的一切刹土都在一念间呢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话说的一点都不错。